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停工停业，影响复工复产。为保障服务型企业和员工的经营生活，朝阳区与中国人保公司合作推出了朝阳区服务型企业疫情防控保险方案。对于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按照防疫要求暂停经营的服务型企业员工，予以基本的生活保障支持。在朝阳区辖区内的服务型企业员工，保险给予每人每天100元的赔偿，最高赔偿期限为21天，每家企业每次停业事故累计最高赔偿可达10万元。目前本轮疫情所涉及的区域的停业商户和员工均可享受理赔服务。